今生的钱财名利，那是在轮回路上行善积德的福报，一生中有些悲惨的遭遇，那是轮回中无法逃避的恶果呀。所以过去造的因，今世才会受果报。心若清净，风雨也无助，晴空在我心深处。拨开云雾，才看得清楚，光明就在不远处。心若清净，风雨也无助，晴空在我心深处。晴空在我心深处。湖南南边有一个人叫于一郎，生前喜欢放生和塑造佛像，死后突然之间魂魄飘飘荡荡，飘飘悠悠的在大道上看到有很多的飞禽走兽，鱼都游在空中，很多的飞禽走兽都来迎接他，因为他放生很多。他又看见1000余名和尚，就是1000多位和尚，他们一起在合掌，一起在恭迎他一样。到了一座宫殿，这个时候阎王老爷检查他生死簿，一看上面写着赎卖动物放生，救护动物。阎王老爷一看，很难得的微微一笑，因为阎王老爷不笑了啊，所以马上说命令判官增加24岁。为什么？一轮是12岁，给他增加放生的功德2轮，那就是24岁。穿官衣的差人就领他回去，过一会儿他又醒过来了。希望你们多放生，也会把你们领回来。种善因得善果，很多人的寿长是靠放生得来的。今天种的善还未报，是因为善种还没有完全成熟。尤其刚煮熟的饭，闻着不会马上香呀。继续放生，继续做好事，继续行善，继续救度众生，你一定会闻到香喷喷的慈悲之饭啊。晴空在我心深处，拨开云雾才看得清楚，光明就在不远处。心若清净，风雨也无助，晴空在我心深处。